有找你，后面之前的话，如果是反哦，这个时间暂时先中断。然后再一个，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会有餐，对不对？逛街方便，逛完之后啤酒带的可以比较实一点。然后再啤酒可以，咖啡有，啊，餐又好吃，好，我都没有，缺点就是。一个人的人均消费大概要四十，就是你点个披萨，点个意大利面，再加一点，大概就是多少？我在那边那个犒赏我们的司机，因为昨天刚刚在那边等，在楼下等你们回报，房间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个司机停好车，停很远，走路大概十到二十分钟。好，让他回来。说你有没有事？说没事，这样。说这样，我到楼上，没有楼上，我们餐厅好，再上一层。